说真的比较稍微严重一点点吧，而且他刚生完小孩。那之前我比较没有在他前面，那我是刚好因为看到他哭了，我之前有躲起来哭，可是我没有在他面前，可是就是我看他哭，所以是忍不住，舍不得，对，我忍不住，就是我也会舍不得他。嗯，对，我跟二姐其实感情蛮好的，所以不然有他有一阵子那时候没二姐在医院的时候，然后他好像看到二姐是。不太理他了，嗯，他生气，他生气，因为他觉得你为什么失踪那么久，那没有在身边，对啊，其实我二姐那时候蛮难过的，对啊，也太小了，他不懂，我就跟他讲一下，我觉得祥全长大了，嗯，而且很稳重，而且很贴心，看来我觉得也很顾家。很孝顺，对，我觉得他长大了，所以瑜伽你要多帮忙，一定，嗯，一定，对，一定尽全力，我一定尽全力，对。